回去再练练看哦。尤其是练剑啊，所有的兵器跟拳都一样。你要抓的那个运动的路线，你要抓的运动路线主要在身上，在你的身上，不在手上，也不在剑，也不在剑上面。所以回去去研究，像这个地方它是龙啊，所以八卦属于正，属于正宫的这些东西啊，它的身段比较多啊，所以你要去找这是什么身段，你慢慢做，这是什么身段？到这边以后我要起来，身段回拉起来。这边也有身段哦，这边也有身段哦。他的你的是在这边，你看。所以不要做这个，你们做不要做这个。不要这个。看不到，就算没有剑，你没有剑，我在这边，我的还是一样，我还是练这个。看到，练剑你要注意慢练去找。我在做这个动作，身上、腰胯、这个东西。在这里，龙嘛，在这里嘛，在这里嘛，在这里，这个，你们看前面的几个都没有这个嘛？你看背的，它是虎啊，它没有这个龙的。你看这几个龙的，青龙入海，什么蛟龙入水，什么蛟龙出水，都是这个。所以你们要去慢慢练，要去找这个身上的东西，你的身体都要这个，你的身体要做出来这个，晓得吗？练这个剑不要做这个，没有剑法，没有身段呐、啊，听不懂？啊，所以剑法难。啊，这样子行吗？你们回去再找找看。好、啊。